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说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听是不听？咱们的哥姐姐啊，谁是15.09买五斤买的这个铁棍上刀削面？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您卷到什么价格了？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7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啊，卷到了14.09，给咱发5斤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3.09啊，给咱发5斤。刀削面，并且呢，咱家这款铁棍上刀削面啊，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只有小麦粉、山药、食用盐还有水这4样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它这个山药的含量呢是20%啊，配比呢还是非常高的。看一下咱家这款铁棍上刀削面，它就是中间厚，两边薄啊，它这个口感呢就是爽滑、筋道又 Q 弹啊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吃款刀削面，因为咱家这款刀削面呢，配料表干干净净，不含乱码切刀的成分。关键呢，今天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，厂家直接卷到了14.09啊，给咱发5斤。另外老弟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3.09啊，给咱发5斤刀削面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13.09给咱发5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